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胡建建牧师。之前我用十几个课时与大家传递了带门徒的意向和方法。我们只知道带门徒的重要与方法是不够的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我们需要把带门徒的这个大使命落实到实处。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去实践落实一对一的带门徒，我们录制了一套从传福音到带门徒的视觉教材，作为直觉的示范课，帮助大家可以早日的加入一对一带门徒的行列。下面请大家观赏这一套的视频。